场站每日巡检注意事项，确认现场车位数，确认是否与现场实际车位数相符，如车位显示错误，则按对讲机通知中控调整。检查出入口车辨镜头是否位移及清洁脏污或蜘蛛丝，栅栏机测试升降是否正常。如有预维修完成，需检查 free gas 是否有切回复归。缴费机测试面板触控是否正常。测试投币钞票是否正常。测试电子支付功能是否正常。测试线上支付是否正常。招牌P满灯是否显示。车位数字显示器是否正确。LED 主招费率是否显示。以上外观是否有破损。清洁字幕机及栅栏机设备箱体。清洁缴费亭可用科技海绵去除脏污。清洁缴费机设备。检查发票热感纸是否正常运作。场内停车空间清洁。